闯一闯，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云啊轻轻飘过来，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飞吧飞吧，飞过黎明和夜晚，啦啦啦啦，风啊轻轻吹过来，梦想翅膀流星天空中划过，穿越时空回到这梦想的地方。你们应该多多学习星星球的文化知识。陨石树好好吃啊，工具书好好用啊，武器书实在太有趣了，你们实在太不像话了。这书真好看，终于有个懂得看书的人了。用书做的剪纸真好看啊！最新消息，从没露面的星星球机械智者将会在高科技博览会中第一次与大家见面。知识渊博，对宇宙无所不知的机械智者，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博览会，见到他。钳子，锤子。到底要做什么？只要我们搞定这头牛就可以了，就可以搞定星星球人，就可以做牛杂卖，搞定我们的生活经费。已经三个月没有军饷发下来了。两个笨蛋说我坏话。老板，刚才是小小怪下士问那个经费什么时候解决一下呢？立即解决。只要你们不让高科技博览会的机械智者出现，经费立即发出。博览会，机械智者，没问题。开心超人来了。这是正义的开心超人。哎，是的，我就是维护正义、专打怪兽的开心超人。请给两张票，加急。钳子，锤子。将军，我们又要做牛杂吗？笨蛋，是装机关呢，这是机械智者必经之路，只要他走到这里就会掉进机关，然后就从此消失，然后星星球人就没了文化，然后星星球就会变成文化沙漠了，然后星星球就会有沙尘暴。对，就这样。让一让，让一让，没看见我在扫马路吗？沙尘暴并不能这样出现的啊。沙尘暴形成在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的地方，星星球暂时不会有。如果大家乱用能源，是厄尔尼诺现象加剧，这就难说了。你是谁呀？机械智者，博览会就要开始了，请您马上回去。啊，你就是机械智者？好的，谢谢。得来全不费功夫啊。怎么没掉下去啊？难道怪将军就要见到偶像了，好兴奋呢。为了今天我排了三个晚上的队买票，一定要多拍点照。
为了今天，我排了四个晚上才买到票啊！一定得多拍合影。为了今天，我没排队就进来了。居然是走后门进来！要磁力！难道别人送的票就不能进来吗？小小怪下士，只要我们把这块黑宝石装在机械智者身上，就就怎样？就能听我们的指挥，还可以用它来消灭星星球人。但每次黑宝石都不受控制的。用公司寄过来的黑宝石遥控器，那就不怕它再失控了。但是它怎么用呢？我也不会啊。它这样用的。黑宝石变身。听我的指挥，破坏这里。我是智者，别当我是傻瓜。还有胡子、大嘴唇呢、不愧是高科技之父啊，跟真人一样啊！我要签名。请问沙尘暴如何形成？哦，这个，智者说，不，是我说，沙尘暴形成在气候干旱、植被稀疏的地方，星星球还不至于形成。那请问你对厄尔尼诺现象的看法是什么呢？厄尔尼诺现象会导致沙漠化。太精辟了，不愧是智者。这机器怪兽是谁呀、样子太笨了。我才是机械智者，我是冒牌的。一加一等于多少？看，这个小学生都会。小小怪战士，你答。一加一等于多少？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一。什么？一堆谷子加上一堆谷子还是一堆谷子。这个才是真正的智者。超人这次死定了。小小怪下士，遥控修好了没有？报告将军，修好了，但是指示的文字看不懂。
这个都看不懂，看来是我将军发挥的时候了。将军真厉害，听说这些文字专门设计给没有智慧的人看的。哦，那我也看不懂。主角总能及时出场。装作弹药了，他太强大了，让我们一起来合力作战吧。爱心超人变身，爱心机车侠，爱心超人变身，甜心机车侠。花心磁力啊，我是智者，我能不能在被你打倒前问你一个问题呀？我自己研究了沙尘暴的解决方法，能跟你讨论吗？一直希望有这个机会跟你做研究啊。你真的对沙尘暴有研究吗？我有很多发明，我很想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研究。你对研究也有兴趣，很高兴认识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翟博士。谢谢你，翟博士。遥控器修好了，黑宝石又失效了，生活经费又泡汤了。大家好，这是我珍藏的书。不要啊！梦想翅膀，流星天空中划过，穿越时空，回到这梦想。